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crosoft 小课堂。今天我要教你们如何使用 Account Inquiry D。首先，先去 Inquiry 选项里面寻找 Account Inquiry D， 点击下去之后，选择你想要的日期，就是从几时到几时，然后哪一个 Account， 哪一个 Project， 如果有的话，选择完所有东西后按 Apply。它最展示出来那个 account 的资料啦，谢谢大家观看。